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夜冲这么刺激的，太刺激，太刺激。我要自己做葱油饼。啊、哦，有点大。两个 IGT 的砍炉是不是比较方便？这两个砍炉是艾露克的，不是 Snowpeak 太贵了，买不起。不是买不起，是功能都一样，干嘛买那么贵？是新买的成价。大家好，我今天介绍女厕所。讲到这里，你们绝对想不到这里的气温，请看我身上，这是什么？好，刚刚裤子那一段不算。看这个，先介绍厕所吧。很贴心，就是有附一包卫生纸，也这里也不错，地板很干净。它的光很贴心的，这个也很漂亮。接下来介绍女厕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我那么矮，得不到。还有这个挂的很贴心，因为我妈妈都说有时候没有挂的时候都说诶没有挂的耶，因为她挂我们衣服。接着是这里有洗手，还有洗手乳。 Hello， 我刚刚要吃巧克力吐司了。天，那里有鸡，鸡鸡。我觉得这样太远了，拍不到，就让你们自己用放大效果了。大家再见。呱呱呱呱呱呱！晚上吃烤鸡，晚上吃烤鸡。这应该是一区、二区、三，这边是四。其实他们的腹地都不会很大，一房一厅、客厅这样摆下去可能就满了。二区老板是两帐，可是因为昨天。有客人退掉，所以今天没有人，老板让我们随意搭，所以我们才有多的空间。我已经用了。再吃。你要帮我尝尝好不好？这个是烂东西的汤匙，裂掉了。我们就废物利用，送他一层。
饭盒喽。你要扛什么？哎，等我。简单吗？简单，小 case。丙玉啊，来一次就好了。这路超难开的、啊。还是要高底盘的 SUV 比较适合啊。上来了，还有什么困难？请问一下，还有什么夜场比较困难的？